又要到吃药的时候了。我最近吃中药吃的起了好多痘，烦死了。而且今天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场合。妈妈，你今天有什么重要的场合？我正要跟你讲呢，你今天要跟我一块，妈妈去当主持人。那你今天去当主持人能来得及送我和接我吗？我先帮你送去，回来的时候你自己坐地铁回来就行了，回来我可能来不及接你了。我今天要去考那个毕业会考，我回来我自己回来就行了。看看，这是我今天要穿的衣服，上一次穿的是晚礼服，这个是旗袍。哎，妈妈，这个粉色真好看，我能不能塞进去啊？你再瘦瘦就行了。瞧不起谁了？我肯定能穿上。吃中药吃了一个嘴角。脸上长了好多痘痘。哎妈，你别愁，你不是还有神器吗？看那个气垫。化妆之前呢，一定要把皮肤的一个补水工作做好。妈妈，你这边脸上完气垫以后好看多了。那肯定的，气垫又不是白上的哦，黑色包装的一个气垫，遮瑕效果比较好，水润度效果比较好。你看脸上的痘痘印印，然后黄气比较重，还有黑黑点点、斑斑点点，是不是已经遮住了？是不是有奶油肌和磨皮的一个效果？来看一下这边，这边是什么？还没有用气垫呢。看嘴角这里，对吧？点涂拍打的形式，给它按压均匀就可以了。咱们这个气垫最后一批货了啊，59给大家的是一个正装，然后一个替换装，咱们还有盒子的一个包装。59块钱，你到手等于是两个气垫。白皮黄皮的话选象牙色，黑皮黄皮的话呢选自然色，已经给你们放在链接里面。59一正一替，不闷痘不卡粉不搓泥，全肤质迷你肌孕妈妈都可以去用的。怎么样？好看。嗯，第一次穿旗袍。嗯，给你奶奶找了一个珍珠项链的配套样，给找。这能戴上吗？这是你干嘛弄的珍珠项链？那你穿旗袍真好看。妈妈，今天还有一个意义，大姐今天考试，你穿旗袍寓意什么？旗开得胜。耶！现在已经到现场了，今天呢是我们乐跑跑团的一个比赛，夜跑比赛。虽然说下雨了，但是你看一下身后，对，看到没？跑步即将开始。Hello， 加油！加油！有事不能我，差个半寸，告诉我，不要去了。好，不要去。好，等一下啊。第二名，第三。来，大家给他送一个掌声吧！恭喜，恭喜我们的第二名！来，恭喜我们第一名！来，我们先来合影啊，看前面。现在已经到家了，洗了个热水澡，淋了一晚上的雨。老爱跟着我一块去拍视频，但他很开心。他说：“妈妈，这些跑步的人的毅力和热爱、激情真的是太棒了。下着雨还在比赛，还有一个12岁跟他一样大的小男孩也在比赛。他说下一次让我还带他去参加活动。”好，今天这个视频呢就给大家记录到这里啦，不是专业的啊，我只是一个打酱油的，去帮忙做后勤的一个主持人。谢谢大家对菜菜的喜欢，记得关注菜菜，点赞评论加强烈推荐，我们明天再见咯，拜拜。